个啊也是有意思，就是说按照我感觉哈，我当然什么也不懂了，我觉得好像应该是这么一种直觉，就他们说的。但是我是想到什么呢，过去哎，咱就说建国以来啊，这也没有什么马先生讲的什么这程序那程序的。那我记得就是你像什么什么长沙马王堆，或者是什么南越王墓，这不就是也就是考古专业工作者说发现了，人民日报就发新闻了，我们全国人民不就相信了吗？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该相信谁呢？他这个我觉得就是过去的考古成果啊，它周期特别长，我们一般重大考古报告都在5到10年的周期，这个周期过短。从他发现那个就是魏武王阁府达到那个石牌到他公布这个成果对社会，我算了一下大概是47天，这个时间是非常短的。而且他的论证会以他公布的数据啊，这不是我说的，是他自己对社会说的，是头天下午发现的这石牌，第二天上午10点钟召开的论证会。我们从程序上是过不去的，你让人一听你就过于草率，就是哎，下午一发现这东西不是高兴，打一电话文涛啊、李静啊，明儿都来，咱开一会，会开了没有？确实开了，但是太仓促，所以这个事儿就很难取信于民。他们这个古董行里一般察言观色啊，一个人如果太着急了，他的东西说不定有问题。但是我也看到他那考古队长的解释，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之前就是因为那个地方他不说吗，大雨冲了你就捡个瓦片都说你是商朝的，就是那个确实是特别有那个文物，我们的摄影记者捡了一个碎片，然后人家跟他说是商朝的呢，然后有可能、啊、对对，然后他那边就是很多，他不说那个还有人拿那个土啊去炼砖嘛，炼砖出来那个里面那个陶片啊什么的特别多，卖不出钱来，其实后来发现那陶片都是那些古物，然后结果就是炼砖，就他们附近有一个人在那炼砖的时候又挖了一个土，里面发现一个大石碑，那个石碑那个人我就忘了，不好意思，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的一个墓碑，好像是这样说的。那他们就断定了这个地方肯定是有一个身份相当高的一个人葬在这里。那么我看他的解释，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他们不断的发现一个链条一个链条，直到发现了那个就是什么所用那个大刀是大戟的那个、他认为那个是可以最后一环了，他是这样的，这就像警察破案一样，对，他认为是一个决定性的，对，他认为那个直到找到那个了是一个决定性，而不是说找到那个他认为是一个唯一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因为前面有一段的铺陈。你记得上次坐你对面那个教授不也讲了吗，他觉得好像是有难言之隐，他说你看啊，就是说我不是不能跟马先生把这事儿说清楚，他说呀，你们这个一集节目多长时间，我说22分钟，他说我可能要给你讲一个学期，我们的这个行业对吧，我这需要给你上课，这个门槛很高，你这很难在短时间内把这个事情给你说清楚。哎，你说这玩意儿就对，我承认啊，是信息不对等，或者说学术门槛是很高的，但是你想没有，我是觉得这是不是也说明啊，咱们中国这两年闹的吧，大家谁都不信，学术尊严没有了。对，我想欧美国家也不外乎这样，普通老百姓哪懂啊？对，但是基本上啊，人家这个权威尊严在。对，一般来说，一个你们学术界的人认为是这样，老百姓也就是相信了。他们的公信力还在。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成果的宣布得有一个对应性。什么叫对应性？就是你的社会地位决定你是否能宣布这个成果。你像这个曹操墓啊，对中国就近代文化史上应该算一个大事儿。那么宣布这份成果，我觉得理应是在北京，应该是国家层面去发布这个消息。如果你层面越低，你比如说你再让县文化馆出来俩人说，那就更没有说明说服力了吧？它是一个对应的，这个他们一开始都不去考虑。而且呢，就是以为大家都会欢呼雀跃，没想到这么多人出来质疑，一质疑呢又急着摆脸，说人家就是好像都是外行，就我们是内行，那又引起对方的反感。那就照你说，你觉得怎么样才能让人信呢？他首先应该把不利的都想清楚，应该就是这个把他这个考古的成果就是一步一步的向社会公布，他没有考古报告，他到今天没有啊，他只是把成果告诉你了。你过程呢啊，对，就这点东西啊，这点东西证据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那么强有力，它不像马王堆的那个，不像南越王墓，南越王墓的上面有章啊，直接就是印章啊，那铁证如山呢、你这所有的证据都不是铁证如山，你还是有弱的地方，是吧？所以就不应该那么急，尤其不应该政府过度的介入，这就让人家更最大的弊病就是政府在这里面
太活跃了，你知道吗？可是这个很难不介入啊！你像我要是县长，我一听说曹操墓这一消息，好，这是多大的商机啊！对，这是这多少亿的这个，你说，他现在是我想外国也一样。安阳其实不缺殷墟，对，殷墟巨大的这个名声啊，就是在考古界就在他那里，但是他招不来人。老百姓是个很俗的事儿，老百姓不认同。老百姓知道你殷墟是谁，什么富豪谁，人不听着呢。好几百、好几千年前，一女的我不看，是吧？没错没错。一听说好说那女的要是有名儿行了，没名儿说那女的哪怕是历史上的美人行，咱就去看。知道现在是我说了，进入了物以知为贵的时代。就还是比出名，比出名，谁能谁？这我就理解，死了那么长时间，这我就理解为什么就是福建那边有个地方，现在一开始竖什么牌子，说我们这儿是孙悟空的故里，对呀、啊，孙悟空老家，嗯、孙悟空那儿来，他有名，他一般老百姓这游客可能所以现在就觉得很荒唐嘛，有时候你都觉得过、啊、开发的都，但是人老百姓一定去。对，就你说孙悟空，人明知道没这事儿，说那咱得看看热闹，这到底在怎么弄呢？对不对？这白骨精在哪儿啊？这旅游景区就出来了。白丝洞，你就可以找一洞，就说这是盘丝洞啊，就是真能赚钱呢、啊。对啊，哎，你学术跟经济往一块一绑，学术地位立刻就下降。嗯、就是老百姓不懂学术，但懂你这事儿是为了赚钱，立刻就看不起你。全世界都一样。所以被这么质疑也是这个，可能他们当时你的意思就是说。考古这个，嗯，经费不能接受地方政府的，那肯定是你考古的经费应该是国家专拨的，没有利益关系的。你只要有利益关系，那肯定要我出钱，我得捞回来，我怎么捞回来、啊？对，是，但是我看哈，就是他们那些人也替自己辩解，他比如说考古所，就像你刚才说头骨呢，他说考古所整个研究头骨可能就两个人，嗯，他们现在忙什么呢？他们现在是等于是叫他叫是什么叫挖掘性的，就是比如说南水北调啊，南水北调在挖那条路哪一块有古墓，好多东西，多对他们就得过去，就是你根本顾不过来，抢救性的，抢救性的，对他们根本顾不过来，这个是偶然发现的，是那个盗墓贼一盗一遍又一遍盗一遍。就是他们的意思就是如果就你像那个秦始皇现在那个还不能挖，因为你还达不到那个技术条件，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确实是可能人力物力有限，那么他们现在只能本来那个都是说南水北调哪发现什么东西了，或者什么三峡大一那个那边了发现什么，所以他们的意思是他们根本就顾不过来，那可能在这个时候是需要一个，就像文涛说的，刚才是需要资金，所以我是觉得一定要给后面人一个警惕，就如果我们再出现这样类似情况，不能再这样。你看这一多大的恶果，学术有一个问题是丢不起人的，他一旦丢人，他影响若干的时间，就是多少年以后人才开始缓上来，要不然就缓不上来。所以像马先生说，这以后碰到这种问题，可以引进西方法庭那种陪审团制，陪审团制，你还别说有利证据，对对对，双方就讲嘛，对吗？最后陪审团投票，这是真的。咱们去个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金至尊珠宝是2010中华小姐环球大赛指定后冠赞助商，
至美追求，幸福拥有。说这个挖不出东西是因为人曹操薄葬嘛？对，薄葬是这样，就是曹操呢有个遗令啊，遗令就所谓遗嘱嘛。咱们姑且说他就有一个遗令，因为历史上造遗嘱的事儿多了。他说连以十一，就是我死了，我平时穿什么衣服，葬什么，这可能吗？他儿子遵循吗？就是所有的遗嘱是后面人是否执行，就是他。根据他的政治利益，但是我看有反驳，是因为比如说袁绍和那时候都是挖墓去当经费的，跟咱们后来一样，所以他才那都是小说，告诉孩子那都是小说，你就害怕了。那么后来挖出来一些，你比如说他有些玛瑙珠啊，有些玉玺啊，就是玉的，那个玉玺是一个玉的组配中的一块。那么过去古人说呢，观象牙就知其大于牛，就是说我看到象牙，我没见过象，但我知道这动物一定比牛大。我看到这么一块玉，我就知道你全部，你肯定当时不是薄葬，里头有很多有值钱的，因为你反复被盗，但分值点钱就被人弄走了，那当然了，所以你不能完全证明它是薄葬。历史上这个活着人要求自己的死后的事，后人基本上都不执行。毛主席要求火葬嘛，这后人都没执行，而且签过三次字，那现在还在那儿。对对对对，这个毛主席老人家医院对对对，这个不能说明问题，就是说遗令这个就是薄葬不能说明，不能当真是吧？对对对，不能太当真。这个曹操这不是临死前说他那些女人们说自己编点草鞋吧，免得没人养活，我也不太相信真的就没人养活他女人，对不对？对对，这都是美化他。但是这个就人家说涉及到对这个学者人格的一个质疑，现在这个社会里，这不就扯到最近说这个险些当院士的那人叫什么刺客了，是吧？现在成了故修，萧传国，萧传国，哎呦，这就很跌份，这太跌份，给学者们跌份。就是我们学者不能最后沦为这样。是我听了，我也是觉得挺可惜的，因为之前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选题，我是觉得就是说，你是不是假的？咱们应该。就是可以有一个空间讨论嘛，你可以向方舟子辩驳，我这不是假的，我这不是，但是你说你弄到那种很下三滥的那种手法，真是觉得挺可惜的，让人觉得这颠覆了我心中啊学者的这个印象。对，但反倒接近另一些人跟我讲的，就是说有些人假如说跟教授吃饭呢，那教授的女研究生啊就坐在教授大腿上，就是你知道吗？他很颠覆这形象，但是是真事儿，就说现在这教授。不见得都是那种样子的，是教授。音乐学院那教授，那个不是跟那个女学生那个被敲诈了？不是敲诈，女学生说要考她的研究生、博士要通过，通过呢是给了教授10万块，给了教授10万块呢，说教授都70了，说不行，我再陪你睡一觉。然后他妈又给钱又睡，睡完了以后呢，结果没通过，然后这教授呢就瞎了。